要感谢的是欧菊成。欧菊成是台湾办公室的行政及人事专员，他非常尽心的主办这一次的活动。平时在服务员工的问题及需求的时候，都把员工的问题以及需求当作自己的问题跟需求在处，让员工都能够觉得在 ELO 台湾上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接着我要感谢的是每个部门的经理，在部门经理培育每一个员工不断的学习心智，并在工作的位置上取得重要的成就。最后我要感谢的是 ELO 大区的 CEO Craig Whistle， 在他长期良好的产品策略以及开放的管理哲学，鼓励每个员工都能够在他的岗位发挥所长，让 ELO 的产品不只在零售、在大卖场以及在公共医疗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 ELO 的产品。ELO is everywhere and ELO is everyone。 谢谢大家。